来，现场朋友们，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陈伟文议员。局的局长，还有我们前议员哈，我们廖国栋廖委员，我们现场还有简志伟议员的妈妈哈，还有我们五地方哈立法委员的李主任，还有我们林正贤哈议员的哈特助，还有我们先联哈议员的张执行长。还有我们在场哈，所有原民局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所有关心哈我们原民活动的哈在场的所有桃园的乡亲好朋友，还有我们原民的所有的好朋友，非常高兴哈能够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这个文化系列的活动，八月一号也是哈我们原民日哈证明哈。的一个日子，我们桃园，我们张善政市长哈非常重视哈我们桃园整个原民的，不管是文化哈各项的活动的推动，才有这么一系列哈，也感谢我们原民局这么用心的举办哈这个相关的原民的这些文化体验活动，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哈。也能够利用今天的这个活动来了解我们桃园的这些在地的原民，好，不管是从我们台湾各个角落来到我们桃园奋斗的，或者从我们复兴乡哈到都市里发展的。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所有原民好朋友一切平安顺心，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请所有的议员跟我们所有的代表请留步，请留步，我们要大合照。同时我们要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局长，与会的贵宾长官，我们的副局长，好，我们所有的主持委员，我们一起到台下来，所有的贵宾长官，我们的委员的活动委员，谢谢谢谢。来和阿来哈，常常碰到我们的廖国栋委员，常常在高铁上看到你，好辛苦。来，我们的天韵文化影视团以及我们的吴诗爱，来，我们诗爱妹妹，好，好，好。好，待会主持人会说三十七财，每一个人说十六圆满，好不好？好，好，来注意咯。好，我们请所有的各大媒体请就位。来，三十七财，十六圆满。我们再一次哈，有人同手同脚，脚不要张打开哈，不要跳起来哈。好，加手六哈，来，三十七财，十六圆满。好，然后他现在还要录影哈，顺便带笑容，他是有联动性的哦，连贯性的，你们要这样子哦哈，拉拉椅要顺便打广告一下哦，来哟，来注意喽，三十七财，十六圆满。好 ，OK， 来，待会我还怕哈，我们再另外很多各大媒体朋友再来一次好不好？哦，待会主持人说。嘉年华，每个说欢迎你好不好？三出来哈、哦，来注意听喽，一二三，嘉年华欢迎你，嘴巴张开，好，谢谢。同时，我们要请我们的贵宾长官哈、局长去留步，我们待会一个媒体联访哈、哦，好，谢谢我们天意，谢谢我们诗爱，谢谢。同时我们今天要开放给我们的媒体好朋友们。来做联访哈、哦，那是不是我们的局长哦？一样，我们留步待会有一个